各位来宾晚安，演讲会即将开始，请将您的手机调为震动或者静音。提醒您，本演讲全程禁止饮食、录影或者录音。拍照的时候，请您不要使用闪光灯。谢谢您的配合。为了使活动更好，需要您的宝贵意见。到时候离场的时候，请您来填答一些问卷，那出示给服务柜台的工作人员。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个精美的礼物一份，谢谢。中央研究院109年知识飨宴，钱思亮顾院长讲座演讲会开始，让我们请刘福东副院长为我们主持。好，谢谢各位啊，钱副先生啊，罗副校长，洪院士，啊、各位中研院的同仁，有各位来宾啊，大家晚安。欢迎，也谢谢各位参加这一次的钱思亮院长科普讲座演讲。钱思亮顾院长今年是他112岁的敏旦，所以每年在这个时候，台大还有中央研究院，都会办一个联合的纪念演讲。来表达我们对钱院长的这个思念跟敬意。钱顾院长在中研院院长前后13年，是在本院任期最长的一位院长。在他任内成立了5个新的所，所以他对这个本院的规模的推广，对环境的改善，对这个研究的成果的累积有非常巨大的贡献。那今天所以在他任内之后，我们就开始办了这个钱思亮院长讲座。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有洪院士，中国药大学的校长，给我们做一个大家很关心那个题目，跟癌症有关的。那我先介绍一下洪院士。洪院士是台大化学系的学士，是台大的生化所的硕士。据我知道，他在台大化学系第一年的时候，钱思亮先生是校长，而且是台大化学系的教授。那之后他就到美国留学，在麻州Massachusetts 的 Brandeis 的学校念了生化的博士学位，然后之后到麻省理工学院 MIT 做博士后的研究，跟一位在癌症这个领域非常出名的一位教授。之后他到MD Anderson 任职，然后在那里一直到去年回国前都在 MD Anderson。 这个 MD Anderson 是世界出名的，是在美国是最大的一个研究中心，事实上是一个大学的规模。他在那里一直做到
副校长、副院长。对，那去年我们很高兴的，他回国在中国药大学任校长。对，那在癌症这个，尤其是在癌症的发展的机制上面，是有非常是世界闻名的成就。他发表了530多篇的文章，大概被引用的次数应该是数万次。那是他的也得到许多的奖项。他在2002年的时候是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那时候他才刚50出头。所以我们高兴今天他会跟我们分享他在这方面的自己的研究成果，还有对这个整个领域的很独特的见解。那在我们是在他演讲前，我们现在请钱副先生给我们致辞。那我们知道钱世亮是有三位非常杰出的公子，那钱徐是老二，是中研院院士，也是在中研院的生医所的创办的主任。他是在也是全世界知名的生物医学的学者，在 UC San Diego 是特聘教授。三公子钱副先生过去曾任外交部部长，做监察院院长，那现在是国泰慈善基金的董事长。那么欢迎钱副先生。刘副院长、洪院士、洪校长，国立台湾大学的罗副校长、理学院的吴院长，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晚安。今天呢，我很荣幸有机会来这里参加纪念先父的第36次的科学普及的讲座。先父是1983年去世，从1984年开始，中研院跟台大逢到西元双数的是中研院主办，逢到单数的是台大主办，这个都是科普方面的讲座。今天呢，天气可以说是近年来讲座最冷的一天，可是看到有这么多的贵宾还是踊跃参加，我心里特别感激。这个相信先父在天之灵一定跟我一样，看到这么多位对于科学有兴趣的朋友来参加。我对于我父亲记得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人，一丝不苟，任何事情都要算得清清楚楚。刚才我跟刘副院长还有洪校长提到，他每天一定要走10000步，他有个万步表。那么这万步表可以记录，但是他两个手都在那里数，数完了以后在纸上写，有开方有成方。我们始终不敢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么样子问呢，好像有一点点质疑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不敢问。到今天对于我来讲还是一个谜。那我的小孩都在这里，他们都是见证人，都是看到这个他如此的 scientifically oriented。 那么现在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看到这么多位朋友能够有兴趣对于科学来做进一步的探讨，我觉得无比的高兴。我一方面要谢谢中研院主办今天的讲座，更要感谢洪明奇院士远从台中跑来，不辞辛劳的给我们这么重要的演讲，更要感谢各位贵宾，在这么寒冷的天气，
来参加这个演讲。新年过了不太久，事实上先父的农历的生日是正月初九，就是天公伯节生日。今年稍微后了一点，但是我在这里要想，还是要向各位拜个晚年，恭祝各位在这个庚子年行大运，每一位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谢谢。谢谢。那我们先请台大的罗清华副校长给我们讲几句话，好，谢谢，欢迎。钱院长，这个刘副院长，还有我们的洪校长，各位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哦，我非常荣幸代表台湾大学参加就今天这个科普演讲讲座哈、哦。这个因为这个讲座刚诚如刚刚院长还有副院长也跟我们报告的，就是我们每台大跟中研院每隔年轮流承办这个名单纪念演讲哈。哦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台大有个傅斯年校长，大概都会很感念这个傅斯年校长。事实上，如果你曾经担任过台大理学院院长，像我们在座的吴院长，还有我个人呢，你会知道说台大之所以只有今天的台大，有他的贡献，虽然还没有到世界的跟哈佛、耶鲁比较，不过在座的副院长还有我们的洪校长。都是我们台大理学院化学系毕业的哈，如果你去探讨、深究探讨一下台大过去的发展，那你会理解到台大的基础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傅斯年校长奠定的哈，是我们的钱世亮前校长奠定的。他在台湾大学从改制以来，1949年改制以来，如果你要是从1949年来算的话，70年的历史里面。那前校长担任我们台大的校长一共有19年，从1951年开始到1970年，各位都知道1950年的时代台湾是很动荡的时代，那个时候什么叫高等教育大家都摸不着边，刚好从日治时代快转过来的时候，那时候我问我上一辈的教授，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在逃命，在各位都知道那个时代是很动荡的，一半的时间在玩，所以这个前校长在他的校长任内呢，事实上奠定了台大非常非常多的基础，尤其在教学，还有我们的学术方面的一些基础，都是那时候奠定的。那事实上台大有能够优这个选到这么好的人才到台大校园，那后来这么有表现呢，也要靠前校长在帮我们国家。的选材上面奠定了一个有一段时间，或许现在看来可能有一些缺憾，不过也非常稳定的一个联考的基础，也是我们前校长奠定的。所以我想我们台大的毕业的校友们大家也都会非常感念在台大校园里所受到一些的基础的训练，所以这些课程如果再回顾都是我们前校长那时候奠定的这个基础。那如果您常常到台大校园走，好像没有傅斯年柔哈，但是有思量馆哈，你就知道说我们台大对前校长在教学和学术领域这方面所努力的一些成果，各位可以从这个点看到，陆续从这个思量馆的国际会议厅、思量馆的实验大楼，乃至于最近落成的教学楼里面，仍然还有思量讲堂。所以我们特别作为台大人，我特别感念我们前校长对我们台大所做的贡献。那我因为今天的题目应该是洪校长的，这个才是吸引各位来的地方，我就不多讲，不过我还是祝各位有个美好的平安的一年，谢谢。谢谢。那我们就热烈掌声来欢迎洪明奇院士洪校长。
very impressive 啊。我本来想说今天天气那么冷，而且现在我们都在这个什么新型这个冠状 virus infection 的时候，我本来想说是不是每一个位置要空一个位置，我觉得还好 ，OK 啊。刘副院长还有我们啊前董事长那个罗校长啊吴院长啊，还有各位很多在座老朋友 ladies and gentlemen 啊，我今天 in particular 觉得非常 honor， 因为今天这个 talk 是纪念钱世亮院长的科普讲座。钱院长对我来讲，我进台大化学系的时候，前顾院长正好是我们的校长，他是我最尊敬的校长，也是最尊敬的一个院长。那么今天在这个地方呢，非常高兴，我第一次有机会，虽然我跟钱徐这个院士认识很久，不过跟钱文先生今天是第一次见面，还有机会碰到他的家人，非常非常的荣幸。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美国40年，在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32年，一直一生都在从事癌症研究。那么各位看一下，癌不再是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现在还很年轻，我是说差不多50年前的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讲癌症的时候是怎么样？ Nobody want to talk about it。 如果你隔壁有一个某某人，他家里某某人得到癌症，没有人要 talk about it。 为什么？因为50年前得癌症的人都会觉得是什么？ What's wrong with me？ 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是我得癌症？而且这个症没有救。今天癌症红色的癌，希望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之后，大家对谈癌色变的这个红色的癌不会觉得那么可怕。我不是说现在不会有癌症，还是有，但是 it may be under control， 就是在某一些 specific cancer 的里面，好不好？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控制时间一下？时间如果到5分钟的时候跟我讲一下，我就不要啰里吧嗦，因为我话很多了，尤其我不戴口罩。好，那么这个是我的schedule info。 我想台湾需不需要这样播？我还是 follow US 的 rule 哈，就是我跟这些 company 有一些以前在 MD Anderson 有一些关系哈。好，大家看一下台湾10大死因就是 cancer。好，那么在台湾 approximately 每3分钟有一个人 die with cancer。台湾一年将近50000个人 die with cancer。然后这些不同的 cancer type， 这里我要跟各位 remind 一下，等一下我还会特别提到，尤其是 lung cancer， 就气管、支气管跟 lung 哈，这是 major disease， almost 40%。最后我还会再回来这里稍微提醒一下。OK， 好。那么我们都知道，癌症其实也不是台湾全世界都一样了，在美国也是一样。那么因为我在美国待了40年哈，在 MD Anderson 呢，所谓 number one cancer center in United States， by the way， 有没有人从 Sloan Kettering 回来的？没有，那我们就是第一个啦，MD Anderson 就是第一啦，不过也是啦，从这个世纪以后，美国在排名的时候大概17、18次，我们大概大部分15、16次我们都是第一啦，所以应该是可以。但上一个世纪的话我们不能这样讲。 OK， 好，那么在美国一年 New Diagnosis about 1.8 million， about 60万人 die with cancer in one year， 在美国，不是我们啦，我们在台湾是大概5万人。 OK，那么这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通常我们在讲 cancer 的时候都是以所谓的 5-year survival rate， 就是5年的存活率。为什么？因为通常癌症病人，如果你过了5年之后，你存活下来机会是很大很大很大，所以我们通常用这个 data。 那各位看一下，很早以前，差不多40年前 almost 50% 的 survival rate， 今天 approximatelyclose to 70%，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40年的努力，我们癌症的 survival rate 从 50% 升到 70%， 很 impressive， 因为这没有救的病。可是 my friend，
It takes almost 40 years. 那么我要问我们自己，因为今天在中研院哈，中研院我想很多是中研院的研究员哈，我们还要等 another 40 years to increase our survival rate 到 another 20% 嘛？就是你要增加到 90% 的时候，是不是还要40年？谢欣帮你回答。不用，谢谢你。OK， 那如果你觉得说不可能，那么我希望我今天讲完的时候 ，I convince you， I don't know when，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绝对不需要40年。如果是还要 take another 40 years， 我们才能达到 cancer five-year survival rate 是 90% 的话 ，shame on me and you and you and whatever person who work on it。OK， 包括你在内哈。你现在这个生物科技是你管的对吧？老吴你也不要跑掉，你也在内行。OK， 好，钱先生你不算，你不做 cancer research， 好不好？那么再看一下，2008年，我们 estimate 全球大概有多少人得 cancer？ 1300万。那么 prediction， 2030年预期增加到，拜托。看看2200多万人呢，台湾有多少人口？选举刚完你要知道了，2300万了，对不对？2200万就是，也就是说到2030年的时候，预期有这么多的 cancer patient in the world。而如果今天我们不努力，这些人都会提早过世哦。这些人都会有，是一个台湾哦。We're not kidding, OK? 好，大家看一下，很快看一下。如果各位看发生率，其实就是那个 male 哈，就是 total， 就是 female， 发生率其实有一点 plateau 的味道。啊，各位可以看到这里一个 peak 了，有没有人想说这个要猜一下这个 male 为什么在1990中期的时候有一个 peak？PSA 啊 ，PSA 现在是所有的男人都在。吸入我们的 detector， 就是说，因为在 PSA 之前你不知道，所以那一年因为 PSA， 所以那个男性的 cancer 突然间引起的比较多，不是说跳起来了，不是啦，是因为本来就在那里，只是你不知道怎么检测，那就是 PSA。OK， 但是这是发生率 plateau， 死亡率，各位看一下，都在往下滑的时候，我们，我说我们就是我不晓得在做，因为。我要是在大学里面讲，如果是学生啊，或者 postdoc 啊，或者老师的话，我就会说我们是大家都一起的。啊，今天我问一下好不好？在座有多少人？你如果是不是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请你举手好不好？不是从学科学研究，我说不多了哈，不少。OK， 所以我不能说我们就通通是我们的，大部分的哈，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曲线。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是让这个曲线的斜率再快一点，啊，不是不可能。好，我们来看这哦，在我们，等一下哈，我需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最近在 cancer therapy 的一些 modern 的那个 development。在这在讲那个之前呢，我先想要讲一下很多 cancer 跟我们的 behavior， 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好，第一个，我们看。美国的data，美国这条线，1900年、1980年，这条线是美国 lung cancer death rate per 100,000 people。好，其实各位如果看到这条曲线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在1920年以前，拜托，美国很少 lung cancer，lung cancer 现在是 major disease 哦。在那之前很少人是 lung cancer 死掉，然后是到后来1920年之后，这个 curve 就上来了。这是 lung cancer death per 100,000 people。好，各位再看一下旁边这条线，这一条线是美国的 smoking， 就是 consumption cigarette smoking per person 的那个 consumption rate。这 consumption rate 这个 curve 就是这样的。我们高中的时候都是学了学什么？学几何那个什么叫做什么？平行线呐、啊？那这个不是平行线吗？这一条是在 U.S.
cigarette consumption rate， 就是在 US lung cancer men， 因为那个时候 men 他吸烟了，永远不吸烟了，的 dead rate 几乎是平行线，差多久？差20年，很好。这个数据没有告诉我们 lung cancer cause 啊 ，the smoking cause cancer， 但因为这个数据，再加上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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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也许有一些人在做哈。我们现在知道 ，smoking certainly cause lung cancer， not only lung cancer， 很多很多的 cancer type 都会。OK， 好，这可是呢，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常常用这个 data 来讲的时候，就会有人等一下举手发问的时候，不要问这个问题啊，因为说，哎，洪教授，那时候他们就叫洪教授。你说 lung cancer 吸烟会得 cancer 啊？可是我们隔壁那个老太太一天吸好几包，她也没得 lung cancer。我没有说你吸烟就会得 cancer， 我也没有说你不吸烟就不得 cancer。我是说你吸烟的话，你 cancer type 会比较多。这个是最好的 example。哎，他100岁生日哦，他是要 smoking， 他没有 lung cancer。好，这是为什么？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的 metabolism， 我们的代谢都不一样，这就是所谓我们平常讲说体质不一样了。哦，就是什么个体质不一样呢？不一样的人，你的代谢，你在 smoking 的那些致癌引起癌症的那些药物，我们会把它代谢掉。有一些人呢，那个代谢的酵素呢比较好，有一些人比较不好，所以就会看到这样一个课。如果各位看每年消费香烟包数，会癌发生风险，平均是这条红线。但是有一些人所谓体质比较好一点的，就是你有那个酵素，哎，你吸不吸烟？哦啊，那你不用，我不用担心你。哦，就是那它的酵素呢，它可以把它那个吸烟的那个卡西诺菌呢，可以 metabolize 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什么样？他吸烟可以吸稍微多一点。所以他就是属于这个 group register， 他也吸烟，他也会得到 cancer， 只是比较慢一点。那另外一个 group 就是这个地方。可是各位要知道，85% 肺癌都是吸烟者，没有吸烟的只有15%。也就是说，你吸烟的话，你机会比较大一点，但是不太巧说你吸烟一定会得到了。OK， 那么刚刚那位老太太，100岁吸烟的那个，哎，不要学他了。他是 Superman 啊，他是这一条啊，因为他可能有 multiple engine， 他就是那个吸烟的时候，那 casino 点一进去啊，他 multiple engine 都把他带去死掉了，所以他没有事情。OK， 所以就是这个吸烟哈，但吸烟呢，这个在美国发现，然后现在很好了，现在我们这个公开场合不能吸烟嘛，对不对？哦，在医院不能吸烟嘛，教室不能吸烟嘛，研究室不能吸烟吧？应该是不能吸烟，研究室哦，对对对，就很好了，这个因为。你不吸烟的话，你得到不只是lung cancer 了，很多 cancer 都会下降。好，再跟各位看一下，另外一个跟台湾比较关系大一点的什么，槟榔，这是各国槟榔的产量。我现在用这个是旧的 data， 1970年代，还有这30年，这30年在台湾是代表什么意义？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好，那我们来看看槟榔的产量。印度本来就是世界 number one， 它产量很多，这个是百万吨哈，台湾很少，但是印度的 population 是3亿哈，我们是2300万哦，它 produce 这么多，我们 produce 这么多，可是呢，30年之后，它是 almost double， 可是我们台湾，因为我们拼经济，所以我们从这个。增加了将近16倍，哦，赚很多钱，很好。赚钱不好吗？你觉得赚钱好不好？不好啊。正当的赚钱是好事情啊，没有什么不好啦，哦，但是因为你赚钱了，如果你有 side effect 的话 ，such as 这个 side effect。好，这个 data 没有刚刚那个那么漂亮哈，不过各位看一下，1970到1990，这是台湾的槟榔产量。这一条线是台湾口腔癌，又是一条平行线，
不过这一次不是二十年，是 10 years。所以槟榔跟口腔癌有没有关系？当然不是因为这个 data， 但是是因为有这么一个 data， 还有很多很多在台湾，这个是很多人在台湾做的研究哈。因为槟榔里面的carcinogen 已经 identify， 你可以在 animal 里面可以 test， 你槟榔里面的确是有 carcinogen。 所以这两个 example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example， 吸烟、吃槟榔，因为我们的 behavior， 我们的生活习惯会跟我们一些 specific disease， 跟 lung cancer， 跟口腔癌有关系。今天我们在新型冠状病毒攻击全世界的时候，拜托不要再去想喝什么蝙蝠汤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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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汁梨啊，是不是？如果那些人不再吃那个，今天这个 virus 会不会发生？可能会发生，可是会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大家都要戴口罩。我本来明天要去美国，我把它 cancel。为什么？因为 out of control， outbreak is out of control， 对不对？所以我们的 behavior 真的是要 control by ourselves，哦，不要吸烟。对，你已经吸烟吸久了，你一定要吸，不吸也会很痛苦，也没有关系啦，没有那么严重啦，哦，但是就是尽量不要了。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跟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就是刚刚说那个死亡率曲线有稍微往下降，对不对？但是我希望，因为我一生都在做癌症研究，而且我现在回来台湾，接下来这十年，如果可以干二十年，我就干二十年。我希望这个学历更快一点，所以我跟各位要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两件事情。那么为什么死亡率现在会下降？因为都是在做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防癌的宣导还有临床照护改善都有很大很大的进步，就都有很多的 contribution。 那这个呢是在医院里面或者在我们的制度上面啊，都已经在进行之中。我今天就不讲，我就主要 focus 在这个地方。但是在今天这个特别 unusual 的这一天呢，我想要用这一张 slide 哈，给我们今天我们国家的抗疫这个防疫指挥中心主任陈时中部长，还有这个卫务部的所有的这些同仁哈，他们不眠不休哈，防疫宣导很重要。我们今天台湾今天是二十二个人是吧？是二十二。当然 ，unfortunately 有一位那个计程车司机 pass away 哈 ，very unfortunate。但是我们跟我们邻近的国家来比，不一样 ，much better。Many reason is because 我们防疫宣导得很好。另外我们在第一线的医院我们有优良的临床照顾。虽然我本来以为陈尚准要来了，我想如果他来的话我就抓他当example就给他鼓掌。我知道他一定是在那边，我觉得他不太可能来。 OK， 那我们能这样子，我是 from my heart bottom of my heart I like to show respect to them， 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掌。哦，我们台湾今天之所以会控制得很好，就是有很多人的努力。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努力，就是我们啊，全台湾的老百姓 majority 我们都 follow guideline， 我们都 follow 这个指挥中心的这个 guideline。 当然不是 perfect， 但是 overall speaking I think we are doing much better。 哦，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我们给他 credit。 好，接下来我开始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所谓的modern 的 cancer therapy。 这里我想先提一下2018年唐奖 in my personal view 那个刘院长可能会 agree with me， 就是唐奖应该是台湾的一个 prop， 台湾等于是台湾的唐奖是台湾的诺贝尔奖，对不对？那么他帮台湾在国际地位造成很多亮点。那么唐奖在2014年开始的时候，是2018年他们上位得奖。那 Tony Hunter 呢？这个我想在座的科学家很多人都知道哈，他因为他 discover 这个氨基酸这个 tyrosine 呢，就会磷酸化。然后这个磷酸化之后呢，
Brandzuka， 他 develop 一个药，专门治疗一种 leukemia， 结果呢，治疗率很非常高。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下。那么 John Madison 呢，他是以前 MD Anderson 前院长哈，他 unfortunately 去年往生了哈，啊，因为 brain tumor 过世哈。那他就是 discover 呢一个 monoclonal antibody 的药。那今天我们都会讲，就是 small molecule 像这样的，或者是 monoclonal antibody 的药。against 一个 receptor， 然后这个 receptor 呢，它会带有这种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的 kinase， 它们三个 share 唐讲的那个生技医药奖。好，那么 Brandzuka 他到底做了什么？ Brandzuka 我还记得当初他那个 clinical trial 在试验的时候，我在 MD Anderson， very very impressive。那个时候我当看到那个 clinical trial data 的时候，我第一次想到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仙丹啊，什么叫仙丹？什么叫仙丹？仙丹就是吃了什么都没有病了。现在我们那个冠状 virus 就在等仙丹了，我们还没有找到仙丹呢。为什么说它是仙丹呢？是这样的，各位看一下这个 data。我在 MD Anderson， 我知道这些 leukemia， 这种 CML leukemia， 30% five-year survival rate， it's not too bad。30%， 但是这些30%要经过什么？要这个 daily fusion， 还有经过 bone marrow transplant。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 bone marrow transplant。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是非常 bloody 哈，非常 bloody。如果你也当 major 最好不要去做，哦，那非常非常 bloody。OK， 然后你做了那非常 bloody 的 therapy 之后，你的五年存活率是30%。我为什么这个像仙丹一样？第一个 clinical trial， 因为这个 MD Anderson 有 involve， 那个主治大夫呢，在 MD Anderson 我那个同事呢，正好是我的邻居，我每天早上那个礼拜天去吃早餐都会碰到他，他都跟我讲说，欸，这个奇怪了，怎么有这样子的药？好，第一个 trial 54个病人 CML， 拜托53% complete response， keep in mind 这是一个 cancer， 没有救的病。平常是 30% survival rate 是五年，结果在做 clinical trial 的时候，四个礼拜一个月里面，54个里面53个 respond， 所以那个时候是仙丹。那个时候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第一个仙丹这个名字就跳出来，就仙丹了。好，现在今天这个是将近10年前的了哈，将近十年前了，这数据是怎么样？98% 的 survival for 6 years， 95% for 8 years， 怎么样？跟普通人都一样的。To certain degree， 这个 cancer type， in my definition， cure。OK， no argument。OK， 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有没有像这样子更多，不是所有的 cancer type， 一个来。所以他 will deserve for 唐奖。那因为这样子，他的 Glivec 这个药，在2016年以前呢，它是五大抗癌药物之其中之一。它多大？那个时候一年46亿美元。它2001年被 FDA approved， 到2017年17年中，这17年里面，它卖了51个 billion US dollar， 五百一十亿美元，除以17就是平均三亿吧，30亿，对不起哦，差一个零，哎，很多钱啊，对不对？所以它是 blockbuster。那这样我们想说，哇，啊，这是什么仙丹呐，啊？这何方神圣呐，啊？可以一年卖掉30亿啊，而救那么多人的病呢，啊？在座有没有？哎，我们都化学系的，我们都还记得有机化学。在座有没有这个学有机化学的？好，哎，你是哪一学校毕业的？这是我们。台大，我们是，我在学啊，哎，等一下，哎，学长，那我也是你学长啊，哎，你以为这个药有什么是何方神圣啊？你看一下，小 case 啊，对，这有机做有机化学的人，就几个这个 bending ring， 对不对？如果是前院长在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小 case 啊，可是为什么这个药？这么有效？好，在座如果有人搞有机化学的，或者是搞药学这个药学系做合成的，我要校正各位一个观念，我不是说校正了，不对，就是
modify 一下了。以前我们都会认为说，看看药物是什么，我做合成的，我把这个药物合成出来，药是我的，不是。今天的抗癌药物已经不是这样，今天的抗癌药物必须要你去找这个癌症是怎么引起癌症的。那么这一种 leukemia 是因为有一个基因叫做 BCR， 有一个基因叫做 ABL， 是两个不一样的基因，然后它 chromosome translocation 变成 fusion gene， 所以你是 identify 这样的 BCR ABL 的 fusion gene 之后，这些病人才会放出这个药。所以现在的所谓抗癌药物不只是这个药 per se， 必须你要知道它的 target 是哪一个 ，OK？ 还有以前这种药物在做 clinical trial 都就是要 phase one、phase two、phase three 成功了才会 FDA， 就是什么？你要做 phase three 做完的时候要什么旷日费时、劳民伤财，没有好几个 B 人做不起来。今天。这个都是 phase one、phase two 就 approve。那等一下，我再跟各位看一下一个 specific example。各位想说啊，这2001年的，现在都已经做完了，还没有。好，跟各位分享一下 LOX 101。这个 LOX 101呢，就是这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新的药哈。各位看一下这个 data， 2018年 FDA approve， 它是怎么样？它也是跟刚刚那个一样。刚刚那是就是一个 BCR 一个 ABL 两个 gene 有 range 之后，它这个是像我的，我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这是我们的 human chromosome， 我们有23对 chromosome， 对不对？这些 chromosome 呢，比如说这个 gene 是在这个，这是 short arm， 这是 long arm， 这个 chromosome 这个 gene one 在这里，这个 gene two 在这个地方，这本来是不一样的 chromosome， 但是有一些 cancer types， 它会怎么样？这 chromosome 会 rearrange 会造成这样，这个 gene one 跟 gene two 呢就 fuse 在一起，就造成一个 one 跟 two 的 fusion gene。刚刚那个 leukemia BCR ABL 就是这样子，这个 NTRK 也是这样子，这是一个 anothe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跟另外一个分子变成这样子，就变成 cancer。所以这样子的 cancer， 它 develop 一个 inhibitor， 然后可以治疗。然后呢，这一种 cancer 哈，不是说是肺癌，或者是乳腺癌，或者是肾腺癌，不是，它是怎么样？肺癌里面可能有2%。有这个 rearrangement， 乳腺癌里面可能有3%有这种 rearrangement， 所以这种药在治疗的时候，不是说你去找肺癌来治疗，也不是说找乳腺癌治疗，不是，他是把病人的 DNA tumor DNA sequence 拿来 sequence， 如果是 fit in 的拿来治疗就很有效，那它有效也是这个也像仙丹一样了，哦，这个是 pretty much 做 clinical trial 这些病人都是没有救的病人。可是也没有救病人，就是来你不治疗就 pretty much 走了啦。Object response rate 75%， 其中22% complete response， 50% partial response， 啊，这是 initial 在2018年，然后在 childhood 的 solid tumor 里面14个里面15个 response， 又是仙丹，这是什么？这是 phase one slash two。这 paper 什么时候出来？2018年。这个药什么时候 approve？ 2018年。然后，这个公司看一下，这个公司哦，大家看一下哈。2019年，伊莱利把这个很小很小的这个叫做 Loxo Oncology Company 用$8 billion 买下来，80亿美元。跟大家再来看一下，我请各位看一下，就是我希望这个在台湾发生。老兄，现在是你负责了是吧？对吧？他负责了对不对？哦，你什么时候要给我们出这么一个药？啊，压力要重一点啊！我希望啊，我 I mean it 啊，我说我希望，我不是说我在吹牛啊，因为我看到我的很多希望，我都看到。It's come true, OK? 大家看一下，这 Loxo， 它刚开始不叫 Loxo， 那不重要。刚开始这 concept 出来的时候，这个药哦，2013年 Series A， 2014年就 IPO Series B， OK？
开始 clinical trial， 2015年，然后这个第一个 compound 2017年，两年之后 NDA 哦 ，new drug application 哦，你到 new drug application 就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你 clinical trial 有 work， 你跟 FDA apply 之后要变成药了 ，OK， 然后呢，2018 FDA approve， 2019卖掉，一共几年？从头到这里6年 ，Phase One/Two。我能 care， 这个不是我做的了。我如果这个东西能够在台湾发生的话，值得鼓励了，值得鼓励。好，这是 small molecule， 这是小分子。哦，这是做有机化学。哎，你是念有机还是念无机的？简直我太复杂了。不过 anyway， 好，这是 small molecule 哈。这我们现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我们学妹啊，杨台颖啊。杨太也是低我一届啊，台大化学，他低我一届，他不是合成那个药吗？送到中国大陆去帮他们，那个药好像用效的话，那个是有机化合物了哈。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都是 small molecule，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药，抗体。好，这个哈，我就用这个当example，因为三个都是我的朋友哈。那我很高兴他们去年哈拿这个 Lasker Award 哈，因为他们这个领域哈，你记得常常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就很复杂，因为菌也不是他们发现的啊，抗体也不是他们发现，可是他们做 clinical trial 做出来。这个 Dennis Lemon， 他是 UCL， 他还在 UCL 的一个医生，他一直要做这个 clinical trial。这两个呢是 scientist， 哦 ，S. Orrin 现在回德国，他还在美国，他们两个都是 scientist， 在 Genetic， 那时候他们合作，就是怎么样呢？他们合作呢就 develop 这个药。那这个药呢就是一个抗体，这个、抗体药呢是怎么来的？在The mid-1980 的时候，乳腺癌跟卵巢癌这个赫特内这个菌呢，被发现这两篇 paper 都是 Dennis Lemon 做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卵巢，大部分人知道的是乳腺癌了，不过乳腺癌跟卵巢癌一样，但卵巢癌呢比较 impressive。跟各位看一下这个，你就看卵巢癌，好、哦，这个赫特这个基因，如果大于5个 copy 的话，它的 survival 是这条线的。一年全部再见。如果它是一样是卵巢癌，但这个基因是1个 copy 就正常的，是这条曲线。5000天啊，十几年啊。哦，这当初是在1980中期的时候开始用 patient 的 data 出来跟分子哦做口验，这是 one of the pioneer， 不是 first one， 但是 one of the pioneer。那么这是卵巢癌，乳腺癌相类似，所以当初就知道这个东西很有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cause cancer 的基因哈，那这个跟我看一下哈，83年 identify 这个基因，然后呢，这个85年呢，这个基因 clone， 然后到83年到98年 FDA 才 approve 这个药，跳了15年，15年之后是1998年这个药被 approve 的时候，不是所有的 HER2 的 patient 都会 respond， 就 some respond， 所以现在在经过 another 20 years 到今天，这样 HER2 的 breast cancer patient 或者 ovarian cancer patient 呢，大概5 years survival rate 会超过，如果在 MD 的人超过80%，就非常好。那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哈，我们台湾的科学家都在早期这里有 contribution。龚行健院士是你的同学了，哎，他高你一届，这他是我们学长哈，我们学长是魔幻学长哈。那龚行健就在当初在早期的时候，他就做那个 retrovirus 的，他发现这个二 B 进呢。从 chicken virus 发现的 RBD 呢，事实上呢，就是后来的所谓的 HER2。然后另外呢，这个我们中研院的那个施嘉和教授呢，这个生医所了，我不晓得施嘉和在这里。刚好，他是早期的时候呢，他跟 Bob Weinberg 做当学生的时候，就是 identify 有个 gene 在老鼠的 gene 里面一个 cancer gene， 那个 gene 呢，我们当初叫做 new。因为是 neural carcinoma， turn out to be 那个老鼠的菌呢，就是 human 的 HER2 菌。那后来呢，我是当 postdoc 时候在进，是经过嘉禾的介绍哈，才进 Weinberg 的实验室哈。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正把那个 new 的菌 clone 哈。所以这里我们台湾的科学家都有 contribution， 但是我们的 contribution 都在什么地方？底下啦。啊，赚钱在什么地方赚钱？从这里开始赚钱，没赚到啦。哎，鼓掌啦。没赚到钱啊，
对不对？但没有关系啦。哦，我现在是鼓励哈，现在的科学家哦，除了 discover 最 important 的那个的，因为我们有汉中雄在这个地方，你挖垮掉啊。他现在你现在是你 title 是什么？你的 title 是什么？代理主任什么主任？国家生技转移医学中心代理主任，赚钱的地方，哦，以后如果有的话，就找他就可以赚钱，好吧？哦，有，等一下有 ，OK， 哎，我以为他会来，哎，是叫六弟吧？哎，哦，在那里，我的老朋友，哎，给他鼓掌，给他鼓掌。戴口罩没有认出来。好，那接下来哈，我们看一下，我说。哎，我刚刚说就要鼓掌呢，哎，这不是三块两毛呢，很多钱呢，喝出这个药，就一个药呢，一个抗体呢，就是这么多钱呢，这样子上来呢，他从1998年 approve， 然后到2018年，一共是810亿的美元收入，我们不用多了1%就很多的啦，对不对？哦，可是。Anyway， 没有关系，机会还有，机会还有 ，OK， 好，就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是抗体的药，好，那抗体药做到抗体的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那个谁，张主任了，张主任现在还在基因体中心吗？没有，他走了，啊？哦，对对，啊，他对对比较好赚，所以他去赚钱去了，不过他做莫德纳帮你做很多 ，OK， 好，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下哈。好，有谁看过《黄帝内经》？哎，我是中医大校长哈，我回来一年哈，我都在每天都在努力研究中医啊。哎，我真的哦，不是假的哦。你再隔一两三年之后，你跟我谈中医，我都懂。只是你不要叫我给你针灸就是了，我不会针灸了。OK，《黄帝内经》哈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 First Chinese Medicine Book 了，已经不可考了。什么时候写的不知道了。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治疗一个疾病。不管你是什么疾病 ，cancer 也好，或者冠状病毒也好，什么病都一样。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 concept， 就是要去血，还要扶正。什么叫去血？用 cancer 来讲，当然那个时候没有 cancer 了。用 cancer 来讲，什么叫去血？我们刚刚讲那个药都是去血，什么 Entrect 啦，什么 Glivec 啦，就 kinase inhibitor， 什么 monoclonal body 啦，都是怎么样？它是把癌细胞杀死，就叫去血。可是《黄帝内经》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跟我们讲过，你单单把癌细胞杀死，单单把那个坏人干掉 ，is not sufficient enough to cure the disease。你还要你的免疫力，也就是所谓扶正 ，strengthen your body resistance。好，那么各位再看一下哈，诺贝尔奖2018年给这两位 ，Jim Allison 在 NPN 是我的同事哈，那么红酒在日本的 Kyoto 哈，他们两个。2018年 share Nobel Prize， 因为 develop 这个所谓的 checkpoint immunotherapy。那么这里我要提一下哈，这个他们两个是唐奖第一届2014年的 inauguration award。那这里我要给这个刘副院长啊 credit 哈，因为刘副院长还有这个就王前副院长，还有好几位这个中央院士哈，都是这个唐奖的审查人哦。他们怎样？他们。哎，你看这个，等一下讲完之后，看看刘院长的眼睛了，他慧眼识英雄，因为他在那个时候，2014年，他说我们应该 support 这两个，因为他们的 contribution 很好。结果四年之后，他们拿到诺贝尔奖，就慧眼识英雄。好，我们这个给刘院长大力鼓掌一下。好 ，OK， 好，那么什么叫做 immuno checkpoint therapy？啊，刚刚因为很多人举手，是你不是搞 science 的哈，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用一个哈，用30秒或者不超过1分钟的时间，用非常 oversimple 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来解释什么叫做 immuno checkpoint therapy。好 ，bear with me 哈，如果你知道的话，休息30秒哈；如果你不知道 ，listen to me。好，这是癌细胞，癌细胞就是什么样？就是坏蛋。我们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这癌细胞本来是好人的，本来是好细胞的，后来做错事情了，就坏变成坏细胞了。OK， 好，它变成癌细胞。那么 T cell 是什么 ？T cell 是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是我们的警察。
OK， 那这警察当这个坏人呢，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 mark， 他做错什么什么坏事，这个警察呢，就经过这个 T cell receptor 呢，来 recognize 这个坏人，就说，哎呀，这个警察呢，这个 T cell 告诉这个 tumor cell 这是坏人呢，用这个 protein interaction 呢，来告诉这个坏人，我把他抓起来，抓去关。OK， 可是我们都知道怎么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哎。这些黑社会的老大，他也要活，还要活下来啊！我听说了，我去台中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跟我讲说，黑社会的老大大部分都躲在中部，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啊！我以为啊，那这些黑社会老大他怎么样？他要躲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表达一个蛋白叫做 PD-L1。这 PD-L1是干什么呢？就是 T cell 里面，就是我们这个警察呢，有一个蛋白质叫做 PD-L1，那它是 ligand 这个 interaction 呢，这个 interaction 之后就。这个癌细胞呢，这个坏人呢，就告诉这个 T cell 这个警察呢，说：“哎呀，我们都是老乡啦，都是好朋友了，不要宰我了。”啊，不行，红包了，送红包。这一条就是什么？红包的路线。你有这个红包之后怎么样呢？就 T cell 就把他当做自家人了，就不杀他。OK， 哎，这个真的发生哦，你在体内就是发生哦。OK， 不是假的哦。好，什么叫 immune checkpoint？immune checkpoint 就是他 develop monoclonal antibody 单克隆抗体 ，recognize 这个或者 recognize， 他目的是要干什么？是要把红包这条线切断，不能送红包。所以你有抗体的时候，你把它 binding 之后怎么样？它这两个就你抗体进来的 Y shape 是抗体哈，哎，它就不能够互相 interaction， 所以就不能送红包了。不能送红包之后，这个警察呢就看啊，他就是坏人，就把他抓起来，就把他杀死。所以 ，immuno checkpoint therapy 有没有 design 一个药？有没有发展一个药去杀死癌细胞？没有，没有。它是怎么样？它是让这一条红包这条线不见了，让我们的警察，让我们的 T cell 增加它的杀伤力，这样子而已。所以它是 immuno checkpoint， 它是增强你免疫力，好不好？我 oversimplify 哈，好，这个事实上比这个还复杂了哈。不过就是大概看起来就是这样，好不好？那为什么他们拿诺贝尔奖呢？好，这个好几个药 ，anti-CTLA-4 是 Jim Allison develop anti-PD-1 哈。好，大家看一下，这是黑色素瘤，这个实验现在还在进行之中。这是2019五年了，哈，五年了。好，这个是黑色素瘤的临床试验的 data， 不是中国，不是中国，也就是说每一点都是 one person's life。好，这种黑色素瘤在没有免疫疗法之前，这种病人80-90% depend on 哪一个 study， 他的存活率没有五年存活率了，拜托，12个月，80-90% 再见。可是今天各位看一下这个 clinical trial， 现在还在 ongoing。Anti-CTLA-4 是这一条，是 Jim Allison developed， 26% 活了五年 ，most likely 是往前走。Anti-PD-1 是46-44% 是这条，两个加起来52%， very impressive。 keep in mind， 这些病人80-90% 一年都 supposed to say kiss me goodbye， 现在50%+ 活了超过五年，而且 most likely 还会更久。 That's why they got Nobel Prize。OK， 好，那只有这样子吗？他们这几个药也是 blockbuster。好，刚刚我们讲 Glivec 是2016年以前它是 the top ten。哎，这个制药业哈，跟学业一样哈，不进则退了。好，现在免疫疗法出来哈，这我刚刚讲的这两个，这是两个都是免疫疗法，它一年是71亿的美元，就这个都是 billion 哈。那这他是75亿的美元，那他们两个都还在 top five 里面，可是刚刚的 Glivec 已经在后面了，啊，就他们也是在竞争了。我现在要跟各位讲的就是免疫疗法这些药呢，都是 blockbuster， 现在都是很好。但是呢，它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它刚刚我们给我们看到的是那一种 leukemia， 那个 melanoma， 就是黑色素瘤，是活的50%超过五年，对不对？哎，还没有100%呢。
这要等谁来做？哎，在座如果您不是科学家，您不搞科学 ，it's OK。如果今天，如果你也是在搞科学，不管你是老师，不管你是学生，不管你是 postdoc， 或者你是行政人员，但是你又在搞科研，对不起，不要跟我讲他们。从这里到这里是谁的 responsibility？ 是我们。Thank you。是我们。不要跟我讲他们，没有他们就是我们。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跟各位分享一下为什么是我们。好，我一生都在从事抗癌的研究。那我在 MGN 32年。好，今天很荣幸，中国医药大学给我一个机会回台湾。好，以中国医药大学为平台，希望跟帮台湾啊 promote biomedical science。那我希望我这些所有的 project 都是在 MGN 的 initiative。今天我讲的，但是它都跟台湾有合作，而且现在所有的 project 我全部带回台湾，要等你帮忙。OK， 要等你帮忙。OK， 好。首先看一下，这是 N 抗体，我就不讲细节了哈。这个抗体是我们 develop， 那这个抗体呢，就是也是 against PD-L1， 就是刚刚那个 anti， 就是别人做那个 PD-L1， 这个是已经有 FDA 铺了药。可是当初我们 develop 这个药的时候，我们做了进一步的 modify， 用一个非常 toxic 的化学药物把它接在这上面，所以这个抗体呢，它会 recognize 什么？它会专门杀死 PD-L1 positive cell。然后因为我们有 develop 这个东西呢，所以呢可以 induce 所谓的 bystander effect。 好，我现在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什么叫做 bystander effect。 假如说我们把门关起来，我们这里面就是一个 tumor，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tumor cell， 每一个 tumor cell 事实上都不一样。我们说戴眼镜的是 PD-L1 positive 的，不戴眼镜的是 PD-L1 negative。 好，我们就用你们两位，你们认不认识？不认识，你比较年轻啊。好，你戴眼镜对不对？你 PD-L1 positive， 你没有戴眼镜的 PD-L1 negative。 我们 develop 药是什么？是 against PD-L1， 所以这个药呢，如果跟 PD-L1 positive， 就是这位女生，漂亮的女生哈，就把她杀死了，细胞就被杀死。好，但是呢，如果你把 PD-L1 拿走，把她眼睛拿走了，她没有 PD-L1， 就像这位先贵姓？贵姓？江，哦，我们姓黄，我们一家人呐、啊，是吧？啊，六姓同宗啊，是吧？啊，江先生呢，他 PD-L1 negative， 所以我这个药呢，对他有没有效？没有效。OK， 就像活得好好的。那 bystander effect 的意思是什么样呢？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哦，因为他们俩坐在隔壁，哦，我本来要杀他呢，我就把他杀死了。我本来不想杀他，啊，坐在他旁边了。对不起，你也一起死了。不好意思，这就是 bystander effect。啊，这就是 bystander effect， 好不好 ？OK， 好。那么这里我要提一下哈，那个这个哦，如果今天我讲的我们带回来的 project， 好，我 paper 都会写，我不讲 detail 哦。如果各位有兴趣，如果是上一天你要看的话，我 paper 会写在这里。那这里呢，我要提特别一下哈。啊 ，Jerry Lee 哈，啊，李佳伟哈，他是啊，新竹清华毕业哈，在我们实验室待很久哈，那他现在回中研院，生意所，对不对？哦，他现在回来了，就 project 哈，他是国立的 first order 哈，那么另外是一个韩国的 postdoc， 他现在在那个 Purdue 当 faculty 哈，那么这是他们的工作，各位看一下哈，这个东西来做治疗的时候，这是三阴性的乳腺癌。三阴性的乳腺癌，如果各位不做乳腺癌不知道，三阴性乳腺癌现在在乳腺癌里面大概 20%， 三阴性乳腺癌里面大概有一半哈是不能 respond to chemo， 所以那一半不能 respond to chemo， 也就是 total breast cancer 的差不多 10% 哈是没有救的，没有救就是没有救，就是在那边等，就是没有药了 ，OK。那是这种三阴性的乳腺癌的 model， 这是当然是动物，我现在讲的是动物哈。你不治疗40天都死掉。如果你用 anti PD-L1 的药是 25% response rate， 那么这个药呢，我们 develop 这个 anti PD-L1 现在正好在美国1年半前哈，啊，乳腺癌也是 FDA approved 了，它在人的 response rate 也差不多20-30%，差不多了。啊，当然我们是动物，它是人了。好，这个就是这个，
70%。一个药，然后这个还会引就是 bystander effect， 我跟你讲一下，那雀女在不在？哎，好、哦，对，哎，那个，那再伸一手了啊，这个以后他申请困难啊，什么东西，对他好一点了，好、哦，拜托一下哈，照顾一下，在座的老师对他哦好一点哈，对他好一点了，哦，哎，老板 10% commission 哦，看一下啊，看一下，好，那么这是他的工作，他现在啊回来，然后我们再继续再合作哈。那这位看一下哦，这个不只是说他 therapy 在动物模式这么好，他还 induce bystander effect。我再跟各位看一下，我刚刚就是那个 example 哈、哦，希望你们不介意哈、哦。好，就是这样，这一个黄色的就是戴眼镜的，就是他，贵姓？啊？听不见？陈，我东陈，好，陈小姐哈、哦，陈小姐算是 PD-1 positive。所以这个药放在这里，这陈小姐就不好意思，就被杀死了。哦，这100%，而且现在5%而已，都死掉了。啊，这个呢，是把这个眼镜拿走之后，就 PD-1 把它挑掉了。哦，这是江先生，好，江先生单独呢，没事，这个药拿来杀不死。可是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一对一，就像你们这样坐在旁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坐在一起，放在这里，对不起，都死掉了。这是 bystander effect。四个是用来 in vivo， OK。 那么这个 mechanism 我们知道了哈， mechanism 如果有兴趣的话，各位看一下 paper， 或者是等一下结束之后 Jerry 你留下来解释这个 mechanism， 好，帮助你拿 grant 哦， OK。 好，那么再接下来哦，这里再想一下哈，除了这样子 induce bystander effect， 我还有多少时间？还有时间吗？哦，那我可以控制 ，OK， 可以，我可以讲完，OK， 好，那么这个哈、哦，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哈、哦，就是我们在做 therapy 的时候，我们要挑病人，哦，就是比较我要挑做这个 anti-therapy 的 anti-PD-1 就要挑那个戴眼镜的，没有戴眼镜的不挑，没有戴眼镜的不会治疗好嘛，啊，除非像有这种 bystander effect， 可是 FDA approved 的药是没有 bystander effect， 就 bystander effect， 对不起哈、哦，这是我们 develop 的，那就不要给我鼓掌哈、哦。这个我跟 Jerry 都有 pattern 哈，啊，有 pattern 就不要鼓掌了，要鼓掌就是那个没有 pattern 才鼓掌，好，啊，这个我们都有 pattern 哈 ，OK， 好，那么这个看一下哈，在临床上哈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潘总，这已经很久了，非常非常久了，就是有一些 PD-1 negative patient 哦还会有效，就是说明明是要如果做这个 tumor 你做 staining， 这个 tumor 是 PD-1 positive 就是戴眼镜的，所以你去治疗就会有效，那好。可是有一些呢，明明就没有，啊，怎么治疗有效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好几篇 paper 都发表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了，那个所谓的 PD-1 negative， 所谓他没有戴眼镜的，事实上呢是 false negative， 是因为 technology 不对，所以没有检测到。好，那这个 detail 我们就不讲了哈。那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李恒焕哈，他是台大毕业的哈，那个王英男。他是成大毕业，我叫请他们两个回来哈，他们都有各自的 whatever reason 不回来，然后就不要讲了哈，反正他就说，反正他就不回来。OK， 那他们在这个 report 里面发现怎么样呢？他们 develop 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检测，各位看一下哈，用我们现在 develop 新的方法，现在我们把早期的病人呢是，只要你要做 anti-PD-1 therapy 就全部都拿来就不筛选就去治疗了，治疗之后你就知道他。存活多久，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把那个 tumor tissue 呢，就很多病人都死掉了，啊，有的哈，然后我们就把它 tissue 拿出来，再 staining， 然后用现在最新的方法，所谓 FDA approved 的抗体去做 staining 的时候，发现是这样的，这是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就是病人的存活率，好 ，in a way， 啊，这个是呢 tumor 的 PD-1 expression 有没有 correlation？ 完全没有 correlation。就跟那文献上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好，可是呢，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方法，我没有讲方法了，不过如果各位有兴趣，我去看。我们 develop 非常简单的生物方法，一样的 tumor tissue， 我们把格莱果学生 remove 之后，再去做 staining，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就是 PD-1 表达更高的，就活得更久。所以这个方法现在。有几个 company 在跟我们谈，就是要把它 develop 成一个 detection kit 哈，然后去 identify right patient to be treated right drug。
那么这位这里再跟各位看一下，哎，这里我必须要讲一下哈，这些 patient tissue 哈，因为都是很早期的 patient tissue， 中国医药大学很多合作人，连哈我跟台湾合作不只是中国医药大学，哎，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学校叫什么？我出国的时候没有这个学校，哎，对啊，一大在南部，我们有跟他合作 ，OK， 我在美国的时候都一直跟台湾合作 ，OK。如果中研院有意愿的话，我可能就也是跟中研院合作，可是中研院没有意愿。好，那么再就给这位看一下，这两个 patient 都是中医药大学的 patient， 我进那个看这一下。这个 patient 哈，他的 CT scan 在治疗之前 ，tumor 在这个地方，治疗之后有没有看到？嘿 ，CR， 对不对？你不用内行了，一看就看到 CR。可是这个病人，你把他的 tumor tissue 拿出来，因为他早期做的时候并没有去做检测，你去检测的时候，他没有表达哎，他就是没有戴眼镜的，跟江先生一样的。他不应该有 response， 可是他就是明明有 response。可是你如果把那个 tumor tissue 用我们刚刚那个方法，我们发展出来的方法，把那个来水 remove 之后，再染色一次，它是 positive。也就是说，我要跟各位跟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方法是比较 accurate， 可以 predict 这个 patient response 的。要不然今天的话，在我们这个方法之前，今天这个病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今天。你不能治疗他 ，exclude， 你不能治疗他。但是如果用我们的方法，你就可以治疗他。可是他明明就有效，哦。But anyway，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哈。那么啊，到十五分对不对？好 ，OK。那我想我这个就不讲了，哦，就是稍微。哎，有没有人记得这个是谁写的？唐诗啊。啊，不记得没有关系 ，Google 一下就出来了，假倒了。OK， 他说：“松下问童子，原师才要去，只在此山中，余生不出。”什么意思？古时候啊，要找药的时候，体力要很好，要会爬山的，要会爬山的，要到山上去找草药。今天各位，我们刚刚讲的药，没有一个是在山上找到的。对不起，都是在实验室找到的，都是在实验室找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实验室自己做药。那么最后跟各位分享一下现在的所谓 top 10的药厂，包括这个哈，这个今天大家都看得见嘛，杨太颖他们公司就是做那个心状那个 Novartis 的药的那个就是这个 company， 他排在 top 10 哈 ，OK， 这 top 10的 pharmaceutical company 里面哈，我找来找去哈都没有看到台湾呢，也没有人看到台湾，哎，你有看到？为什么没有台湾？为什么没有台湾？台湾没有在这里面呢？哎，为什么没有台湾？阿姆，你在干什么 ？OK， 没有在台湾呐。可是，我看到啊，这两个公司 ，Roche 跟 Novartis， Roche 的 Research Director 是我的朋友 ，Novartis 我好几个朋友在里面呢。哎，他们两个都在上面啊，他们是哪一个国家？现在哪里没有看见呢？有没有看见？瑞士写在哪里？哦，瑞士人啊！哎，瑞士人就两个呢。那瑞士人有多少人口？台湾2300万，你不知道瑞士人口？8.5 million， 是台湾的三分之一。啊，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为什么没有？是今天我们没有，明天我们要不要有？对。明天我们就是要有 ，OK？ 哎，为什么不可以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 ？OK， 好，那再看一下哈，我对台湾的 challenge。If Switzerland can, why not us？ 所以我今天回来，我正好啊，今天正好回来台湾一年，哦，我希望我在台湾就跟大家可以一起共事，哦，我们大家一起合作啊，对我好一点了，拜托。哦，你现在是高官呢，你是长官呢，你长官呢，哈，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发展，希望将来我们台湾可以发展一些的确很有效的药，去治疗没有救的病人，同时
可以带进我们的，对我们的经济有自己 OK。 好，那么 We need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That's what we need to do. Okay? So we should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and to make impossible possible. As a scientist, nothing is impossible. 好，谢谢各位。啊，太精彩了，太精彩了。那么现在还有时间开放这个发问，为了鼓励大家发问，我们有这个每个人可以获得黑洞明信片，知道吗？黑洞那个中医院特这个拿到一个 breakthrough prize 的黑洞，300多个人引发出来的。这边这位是。提到《黄帝内经》，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本身是农人，所以什么学者啦，什么这些跟我沾不上边。但是在我的家乡玉里，我们一大票的一些农民，他栽种了一种植物，叫做九大仙草之一草苁蓉。那在台湾，它叫做金刚管。那金刚管，对对对。因为我今天来为我们那些家乡的农人找出路，很多那个把这个食物哈植物把它变成药的时候，我们农人就死定了。所以我在想说，今天有这个荣幸碰到洪校长，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做我们的贵人，不要我们农人给大家给答案，一下子给答案，因为很多学者都没有办法给答案了，我们哪有可能呢？谢谢。那个好，谢谢你哈，啊，这位女士哈，您是哪里来？玉里，但是我今天哈去桃园又拜访了一位老板，好，我们在就是在找出路。没有关系，说您现在刚跟我讲说，你家乡里面有出一种草药叫做……哎，今天有听过金刚拐的举手，来来来，哦，对哈，来这样子哈，各给一包，每一种药哈，嗯，现在说我如果。我们用抗癌药物来讲，我这种 cancer， 我这种癌症，所以很多人都对它陌生。如果你要证，你是说这个可以抗癌吗？我们不能说抗癌，我都把它拿来入菜。所以因为啊，这样就我没有办法说它抗癌。告诉我您的目的是，我不愿意说它抗癌，这个对我来讲是背负着很大的责任。我这个我不敢讲，我没有说。你是说我们有一种农作品？但是你希望知道它有没有抗癌的作用，对不对？但是哈，它是入肝经、入肺经，其他的，因为我也不是念那个中药的哈，也不会把脉，也不会什么配药。你别回答我，国院的代表要回答。好，你不回答，我让我做这个功课哈，很沉重，因为那些农人哈，连蒋总统怎么写都不会。我了解，谢谢你，谢谢你哈，跟你讲是这样子哈，好。假如我们台湾有农民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就是农作物，对不对？那么这个农作物呢，是不是在营养上它是一个健身的农作物，或者是它是一个治疗糖尿病的病的药物，或者它是一个抗癌的药物？如果你没有去做研究的话，我们不知道，就必须要去做研究。但是呢，在做研究的时候，草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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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挑哪一个？哦，这个是另外一个做研究的，因为通常我们做研究是怎么样？我们去找最重要的问题去问，哦，比如说我要 cure cancer， 这很重要的问题。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挑最简单的去做。什么是最简单的？好，如果我说是从《黄帝内经》里面，因为《黄帝内经》有上千年的经验。有人跟我讲，这个药物可能有抗癌的作用，我去 test 的话，成功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好，今天假如说我们台湾
的农民有 let's say 1000种农作品，那你说这个1000种农作品里面有 多少个会有抗癌药物，你要去 test 的话，你要一个一个去 test， 成功的机会不是没有，会比较小，因为你没有 baseline， 没有那个 baseline、哦、所以我不知道您的、你是希望是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农产品，而且你已经这个产品就是弄成这个，你就是要吃的，对不对？泡澡、进温泉都可以、哦、那么能不能抗癌我不知道，那如果正好有人呢，好 OK， 好，那我了解了、哦、好，那我对不起，农人有这个本事吗？ 好那我三餐温饱都是一个问题了，好，那现在我知道，我刚刚以为误会你的意思，因为我在重置抗癌的研究，所以我以为您是要跟我介绍这个东西 potential 可以抗癌，所以您的意思不是这样，你是说我们有这么一个产品，那我们这个产品呢，我们的农民希望可以活得更好，可以卖就 something 的，你是这个意思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了解您的意思，我讲 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了，所以。如果你有癌症方面的问题的话，我很乐意跟你回答、哦啊、因为这个是牵涉到民生，很重要很重要、啊、这个我想是可能要别人来回答，比如说是行政院长啊，或者是、啊、对不对、啊哦、对不对、啊、就因为 我不知道、啊、对不对、啊、好不好，我们那看其他还有没有有问题、啊、对对对 OK， 好，有没有其他有发问事情、谢谢洪院士，你 inspire 的 talk 哈，你 有一个很多地方都很对我来讲很吸引，但是有个地方我不太明白，是我没有 catch up， 不是你讲的不行。我想问一下，有一张 slides 你提到 HER2 的那个部分啊，那你在左边秀的是它的那个 breast cancer， 哎 breast， 另外一边是卵巢，卵巢。那你会说一个是起先我有懂，一年就走掉那个我懂，可是后面那个为什么是5000天？那个我没有懂得是什么事情。OK， 那是这样子。好，谢谢。一样的卵巢癌哈，进来，我们把它 tumor 拿出来，把 tumor 拿出来去分析它的 HER2 的那个 gene copy， 一的话就是代表跟正常的一样，所以它就活很久，就一样都是卵巢癌进来的，100个都是卵巢癌。那这个卵巢我把它分成两类，有一种呢，我把它 tumor 拿出来之后去看它 HER2 的。的那个 copy number， 结果超过5的，一年就死掉了。一的，就是跟正常的，它都是卵巢癌，可是它可以活很久。也就是说，你一样的卵巢癌，假如 HER2 这一个基因，就是施加和 identify 的那个基因，我 clone 的那个基因，如果是很多很多的时候，这个癌症比较 malignant， 他的这个病人的预后会很差。也就是说这个基因可能就是不好了，过度表达了不好，但是这个基因是一个正常的基因，正常人也有，但是一，那如果是你卵巢癌它过度的太多的时候，对 它这个不只是卵巢癌，乳腺癌连那个 gastric cancer 是那个胃癌都有，就是说 这种 case 很多啦，就是有一个基因一的是突变或者是过度表达，或者是像刚刚那一种，那 BCR-ABL 就是 chromosome translocation， 就是当在 基因在正常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你变成癌症的时候，这个基因如果变成不一样的时候，那么对这个变成是使这个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therapeutic target， 你就可以 develop 那药，但是你这个药只能治疗这一种病，你这个药不能去治疗别的病，就像刚刚我讲的那个 NTRK 那个 LOXO-101。他专门治疗那这个 NTRK mutation， 如果没有 NTRK， 它没有效，也就是要对症下药，精准医学。我这样有没有回答你？没有。HER2 的部分，你刚刚讲到说是一年的那个它的 expression 比较大，情形。那如果说5000天那个是它 expression 比较少就对了，但都是正常的，正常的基因。他们都是 cancer， 都正常，都是 cancer， 但是在我们的身体本身有带有的 oncogene、对不起哈。我们把门关起来，我们通通都是 cancer， 好不好？大家都有 cancer，OK、okay？ 然后把你的 cancer 拿出来，我去做分析。分析呢，如果让 HER2 呢，
你跟正常人的活度一样，都是一，那么你可以活得久一点。如果说我也是 cancer， 我们都一样的 cancer， 但是我的贺度是十，啊，正常是一，那我活得比较低，对，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叫我们叫做 poor prognosis factor。那这种 poor prognosis factor 今天呢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不是唯一的，很多。这个我要举例，这个很多很多呀。我本来以为问题会很多。啊，那边有，那边那个后面那位。是，请。就那个绿色。啊，对对，麦克风对。哦，好。哦，我想要问关于中医的，因为中医它大部分在科学上没办法解释，然后所以我有时候会不知道要不要去采纳中医的医疗，但有时候又会听到像您这种大大又会去研究中医，对，所以我想要询问你对中医的看法。哦，好 ，OK， 这问题是这样子，就说，你不太sure你要不要相信中医，对不对？因为现在中医跟西医好像西医比较dominant，中医比较，对不对哈？但是你说有一些大咖，我不是大咖，我小咖的啦，哦，但是有一些大咖有时候会讲说好像中医有效，对不对？因为我刚刚是讲那个啊《黄帝内经》，我们这样讲好不好？我们不要说中医西医好不好？我们说科学。如果你今天我们在讲西医的话，它都是因为有科学的 evidence。中医现在被最大的诟病，就是因为中医是它的把脉啦，或者是它说有效没有效，它比较没有科学的数据来分析。就我们西医的话，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要做 clinical trial， 为什么一个抗癌药要 phase one、phase two、phase three， 就是有那些 data。但中医现在被诟病的就是说，好，有一个病人来，我用这个药给他治疗好了。可是你没有 data， 你就一个病人，或者两个病人、三个病人。所以我想，中医或者中草药有上千年的经验，我不能说它每一个都很有效，但是可能有一些是有效的。那么这个要去证明，就是说，我们学校中国医药大学有 responsibility。我相信还有很多学校都有那个临床，所以怎么用西医的方式来证明这个中医是有效，而且是要用 Western Medicine 的 language， 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如果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出来说这个有效，那这个就是，这个也不管它中医西医的，这个就是有效。哦，那现在中医的，因为尤其哈，我们做中医也好了，中药也好，或者功夫也好了，什么叫祖传秘方？什么叫祖传秘方？祖传秘方就是让中医为什么不能很 popular 的原因之一啦，我不能说唯一的啦。科学没有祖传秘方，科学就是说我今天做出来，你 follow 我的 SOP， 你也可以做出来。你今天在中国医药大学做出来，你明天在台大也可以做得出来。这就是，但是好了，我就不用讲再 comment 祖传秘方。各位都知道祖传秘方，你是祖传秘方，就是就我知道，你是不知道。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 concept 就是要改变。然后我相信中医或者中草药有很多是有效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都有效，这个我不知道，就必须要去用科学去验证。这样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嗯，有，谢谢。好，谢谢。哎，洪教授你好，那个我想问，就是说现在因为台湾刚开放那个细胞疗法，免疫细胞疗法。那这一方面就是您的看法怎么样？就是说，现在有很多 CIK 啊，然后有很多 DC 哈、TNK 这些，那您的看法大概是怎么样？好，谢谢你哈。这个细胞疗法，我想这也是，因为在过去这几十年，所有的那个我用 cancer 来当 example 啦，因为 cancer 我比较懂，不懂我不懂的就不懂了。Okay？ 我们都是全世界都是美国马首是瞻，当然欧洲也有一些。可是现在有一些药物，比如说韩国有一些药物它先 approve， 然后是美国再 approve。 那么现在所谓的细胞疗法或者 CIK 这些疗法就是一个比较 modern 的细胞疗法，哦，那现在呢还没有经过那种很 traditional 那种 phase 1 phase 2 phase 3的肯定会出来证明它有效。可是因为它在某一些临床试验里面 looks very promising， 所以我们的卫护部给它弄了一个什么特管法，对不对？这个特管法就是说，当你是 terminal disease，
到现在甚至不只是 terminal disease， 现在是把它降到说 phase 3 phase 2、那个比较早期的cancer 也可以。就如果你正好可以用这种新的疗法来治疗的话，它等于是网开一面，让你可以去 test。现在包括美国的 FDA 已经开始对 terminal disease 像 cancer 这种 terminal disease， 它的管控，当然安全最重要了，它的管控稍微开始松了。因为现在比如说为什么很多抗癌药物都是 phase 1 phase 2就 approve，因为你 patient 挑出来是二十个里面十个都 respond， 他们都是要死掉的哦，二十个里面 test 的十个都活下来，你还要 照原来的规定去等 phase 3吗？就没有，就会 approve， 对不对？好，还有包括现在这个 virus， 这个叫做什么？武汉的这个 virus， 哦，现在中国大陆中央肯定会出来，东冲已经没有照是 SOP 了，就是现在有什么药就治疗，如果在平常是不可以的啦。啊，这种 case 是非常 special， 因为它 infectious disease。好，所以如果我回答您的问题的话，您是说我对这种 CIK 啦或者 cell therapy 的疗法哈，因为现在变成是我们胃部网开一面可以去 test， 接下来就是要观察说现在在做这些 cell therapy 的 clinical response 会怎么样。那假如这个会成功的话，那成功看你定义很多哈，尤其是 cancer patient 的话，那么我们走在美国的前面。可是日本哦，他已经做了十几年，那难道就说日本的这个十几年的经验我们没有办法借鉴吗？一定要到我们自己这边的结果来看吗？对 ，OK， 对，没有错。那因为哈 ，cell therapy 哈，我不知道您是专业是什么了哈。就是 我专业也是这一方面的，就是说，就 cell therapy 哈 ，cell therapy 是一个非常 broad term， 就像免疫疗法也是一个非常 broad term， 哦，那么现在在台湾做的 cell therapy 是不是跟日本以前做的 cell therapy 是一模一样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我不认为会是这样子，因为 cell therapy 就好像说 cancer therapy， 治疗癌症也是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好，那。卫福部之所以会开放这个 cell therapy， 是因为有一些临床 data 好像这个很有效，然后对这种病人已经没有 option 的时候 ，when I give it try， 就有一点像这个武汉的 virus 啊。你武汉的 virus 现在他们那个都没有照规定的，因为它 infection 抵制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哦，它不能照那个叫 phase 1怎么样 ，phase 2怎么样 ，phase 照那个标准，那个好几年了。我知道我这样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的，不过这个问题大概。也没有一个很好的 answer 了。其实就是说，因为它有，其实有很多科学证据，然后有很多 paper， 日本也做了十几年，那现在也很多，就像您讲，它已经到临床一二期，甚至到第三期。那它有，其实现在台湾的细胞疗法几乎大部分是日本来的，从那边转移过来的，少部分是美国过来的。那当然，您是那个中国医药大学的校长嘛，那中国医药大学也有在做这个疗法，我们医院也是 NDN 的人过来的技术，这个我们都了解。我大概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定的 evidence base 的一个疗法。对，那您给他的评价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啦，好像目前听起来是这样。对，现在因为还不知道嘛，现在只是说有一些 report 好像有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等他照 phase 1 phase 2 phase 3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所以卫部才会开一个网说，我能不能开一个网站，你们很快就是 test 一下。是，这完全是仿照日本的再生医疗法当初开放的模式啦。那我们是比较 follow 美国的模式，是这样。是完全仿照日本，我倒是不知道了哈。也许是我 that I don't know。好，但是就是说，有一些临床 report 的确是有效，所以他才会说。我能不能开放这样让你去 test 看看，就有点像怎么样呢？有点像说有一些药 ，phase 1做完他就给他 approve 了，以前没有这，以前不能这样子啦，以前不能这样，一定要 phase 1 phase 2 phase 3，对不对？现在有的药好几个药都是 phase 1就 approve， 有点像这种味道，因为现在以前是因为 cancer 没有救嘛，好啊，因为只有 chemotherapy 嘛，好，那么现在呢？现在 modern 的 science 越来越多 ，target therapy、immunotherapy、cell therapy， 对不对？很多很多。那么现在这些管理方式开始在 soften， 开始在 soften。那为什么会 soften？ 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可能很有效的，就是因为你这个法规把它绑死了。你记不记得？比如说，美国叫 compassion trial 哈，台湾叫恩慈啊。哦，我想您知道，就是说恩慈，我知道，对不对？哈，就恩慈了，就是开始会有那些
alternative approach 让你去那当病人没有 option 的时候 it is my life、啊、这里有一个药、啊、我要试你说我不可以因为你试的时候把这个医生抓机关对不对但是这是我的生命呢、啊、我要做他要给我、啊、这个药厂要给我我就恩赐疗法那个我又不可以 approve 美国 FDA 可以 approve 对不对 OK 好好谢谢谢谢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时间也正好到八点半，所以我们再次谢谢洪院士非常非常精彩的演讲。我觉得够了，我要盯着你啊！哎，台湾的 blockbuster 要等着你啊，要等你啊！好，谢谢各位啊！好，大家啊，平安的回家哈，平安回家，记得戴口罩哈，记得戴口罩。